大家好，我是爱妮儿，我是涛涛。今天我和涛涛来到了这个绿青听马基地，这个听马最近已经大量上市了，走，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听马的品种。走。亮亮，你们也在挖听马？哎，这是你们广州的还是往哪家挖？广州的，我们是。哦，亮亮说你们今年这个听马长得可以吧？可以。哇，大家要。我们还只要才是中黑家子听马噻，今年。你们这绿青听马是出了名的好嘞，这挺美，老家都这样有点好干，老家都这样有这么的种点听马比出来打工了强调羊都手管得多啊。哦，对，是啊哈。嗯，这听马种的年龄都还要好定。哦，它原它有原因了嘛，它有四十岁爷爷弄下来原因好了嘛。哦，天然的肥料哈。哦，它天然的肥料。质量该才能安逸哦。是是是，你们这个听马今年的产量大概有好多啊？五十吨左右，就是今年的销路不太好。就是因为天气才干了嘛，好多都认为就是怕这个品质不好，这品质是没得问题的，要是长时间的土就不挖了，它就会烂。管事哈，要是进来不挖烂一点就要可惜了。粉丝朋友们，你们看这么好的一个听马，你们也都晓得这个听马是个好东西啊，如果说有需要的都可以来看一看。品质和群里也不一样，赶紧来哟。